克在失去重啊，特别是在对控当中啊，他并没有像第一局这么着急啊，第一局他好像并不想跟陈耀坤打起多拍，就想通过来说这种球呢，他会抽出来，因为呢陈耀坤呢这种球打平了以后，就是过度平抽的以后，是准备跟陶飞的，是准备跟陶飞的球头对抽的。漂亮的，看的是逐渐的下滑哈、啊。那么没有很系统的去打训练和比赛，但是呢，之后国际比赛当前，更多的是以赛代练的一个心态和目的。刚才吴云勇吴指导也是提到非常重要一点，就是他在场上的积极性。那么有时候如果他不会太去集中每一球的话，他可能他的步伐也会放慢。这一局的比赛拉吊当中，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耐心，去慢慢的寻找机会。这种耐心比第一局要强很多、特别是在对控当中啊，他并没有像第一局这么着急啊，第一局他好像并不想跟陈耀坤打起多拍，就想通过简单的几个战来说，这种球呢他会抽出来，因为呢陈耀坤呢这种球打平了以后，就是过度平抽的以后，是准备跟陶飞的球头对抽的，但是他刚才那球陈耀坤防得非常漂亮。耀坤还是顶陶飞哥的后场，高点抢，啊！刚才这个球非常漂亮。广东电视体育频道以及先锋听雨频道向大家现场直播。给拉开了啊！当陶飞哥拉开的时候，当比分他领先的时候，他其实是很稳定的啊，包括他的控球、他的出球啊，并不像第一局他并不可能是陈岳坤在场上的一个低潮期啊，因为呢，你跟陶飞哥打，整体你在场上肯定是要付出的比较多，因为你的控球不如别。
克在失去重。这几个球就。非常漂亮的。漂亮的发力。又是反拍。20-9。好，比赛结束。那么感谢吴云勇吴指导，那么还有嘉宾在现场的评述。那么稍后我们还会有。